国流行天后泰勒斯近期举行了巡回演唱会，暌违5年开唱，吸引了大批粉丝到场朝圣。他的每一场演出都经过精心设计，服装更是别出心裁，足以可见他真的为了演出投入了不少心思。本月22、23日，泰勒斯到西雅图举行演出，吸引7万多名观众涌入。除了打破 U2 乐团于2011年创下的7万人纪录，也刺激了当地的经济消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据外媒报道，西华盛顿大学的地质系教授卡普兰·奥尔巴赫透露，他在演唱会举行的期间侦测到了瑞士2.3级的地震，且这些数据有着相同的信号模式，因此推测演唱会的震动就是导致地震发生的原因。不过教授也补充表示，除了观众们的跳动之外，音响系统的能量也可能会造成震动。